其是圈里的天然美女，而且美的非常有特色，尤其是嘴特别性感。但是谁会想到，当嘴里的牙变得非常丑而且黄的时候，整个人的气质都会变得很差很差呢？舒淇最近在跑一出好戏的路演，可能是因为太疲惫了，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就有点颓颓的，而且整个妆面看起来有点脏，穿的这个衣服可能是现场有什么活动吧，病号服穿身上显得气色更不好了。但是舒淇似乎是娱乐圈里最不注重形象的女神了，素颜照穿衣服也非常随意，随便穿一条裤子或者一件上衣也不怎么注重比例，可是这口牙实在是让美女变得不美了。当时林允受托下一口牙实在是吓人，如今看来牙口不好的的确确会影响美感。舒淇的牙看起来的确是有点黄有点丑，是不太好看，但是专业的牙医来做鉴定说她的牙是见过的明星里最自然的。